通过，谢谢，直接穿越，谢谢，谢谢。来，不好意思，再往前一点哦，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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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欢迎欢迎大家，那我们先邀请大家先把行李往前放，谢谢。你直接穿越，我们再往前放，谢谢。我们往前放，可以直接穿越采访区，谢谢。我们可以穿越采访区。大家好，那我们是不是现在先邀请让选手们回到我们的采访备板区？我们是不是也邀请教练们一起到我们采访区？教练，教练，我们这边一起。来，我们邀请教练这边，还有我们的选手们一起。这边请，这边请。小心后面哦，小心，小心。我们这边请，这边请。教练，我们这边请。小心麦克风，谢谢。就是尽量大家再往外面靠一点，因为媒体蛮多的。好，好，那我们现在是在稍微请媒体朋友们帮我们确认一下位置的部分。来，怡静这边，前面请，前面请。怡静中间，前面中间请。好。好，那大家再往旁边一点，因为今天人比较多哈。好，这边我们一起邀请大家看向正中间的媒体朋友们。正中间的朋友。好，我们再一次哦，看一下正前方的媒体朋友们。好，那我们稍微看一下左前方的媒体朋友们。左前方，左前方的媒体朋友们。好，左前方。那我们再看一下右前方的媒体朋友们，右前方。好，大家看一下，我们正中间再一次好不好？正中间再一次，正中间的媒体们。好，我们正中间的媒体们再一次哦，大家一起看向正前方。好，正前方哦。好，那左前方再一次，谢谢左前方。 OK 吗？好，左前方，不好意思，左前方再一下下。好，右前方，右前方，右前方的媒体们。好的，那我们好，那我们团长，团长，团长主席，那我们现在交给团长。各位媒体朋友，各位在我们机场大厅的所有朋友们，谢谢你们今天一起来欢迎我们的台湾之光、台湾英雄缓国。那这一次代表团所有的选手，不论得牌，不论没有得牌，他们的努力奋战都值得我们激励赞赏。得牌的我们恭喜他们，没有得牌的我们祝福他们，谢谢各位。谢谢主席，那我们再次也请市长帮我们做几句勉励的话，谢谢。好，谢谢代表教育部欢迎我们的台湾英雄、台湾之光，他们可以说用尽了力气哦，然后用生命在搏斗、在奋斗哦，奋力一击，那在奥运有非常好的表现，就像主席说的，
不管有没有得牌，都是台湾的英雄，大家说对不对？对。我们再用热烈掌声哈，欢迎他们回家，请他们继续努力，让世界看到台湾，让我们也看到他们精彩的表现。谢谢大家今天来迎接他们，谢谢。谢谢，那我们先请次长还有玉婷留在台上，那我们其他的伙伴们，我们稍微在右手边这边稍微等候一下。那我们这边有准备一个小活动，那我们先请次长跟玉婷留在台上，谢谢。好，来，现场所有的媒体朋友，所有的来关心我们中华健儿的朋友们，大家知道玉婷刚刚拿到了奥运金牌，然后实际上她现在有一个新的身份啊，我们今天要揭晓她的新的身份，我们请次长来揭晓玉婷接下来要重要的一个任务。好，谢谢哈。我们其实在玉婷拿到金牌之后，我们都在看到她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她说愿意来担任国家的公益大使，来推动反霸凌的工作啊，所以我们体育署的同仁动作非常快哈，选了一张玉婷哈的这个英姿哈，然后呢做了人形立牌。这个时候，我们再次用热烈掌声来欢迎玉婷担任我们国家的公益大使，一起来反霸凌。谢谢大家，我们请玉婷在上面签名哦。来，全民挺玉婷，玉婷挺大家哦。好，我们请次长跟玉婷，我们做一个拳击的准备动作。好，再往左手边一点。好，来，好，我们做一个拳击的准备动作。好，好，先我们先拍一张，好，来左边的媒体，我们看左边的媒体。OK 吗？好，我们换中间的媒体。好，我们看中间一下，朱哥那边，好，没见，好，好，来，我们让来次长来引导，我们玉婷在上面落款，我们签上今天的日期跟今天的名字，2024年8月13日，好。来，我们请主席还有曾志强教练，我们一起上来做一个合影。来，来，过来，好，主席到，主席我们到次长，主席我们到次长这边，来，好，好，来，先比一个赞哦，好，来，玉婷赞不赞？赞。好，我们跟刚刚一样再做一个拳击的动作，拳击的准备动作，两只手的反霸凌。好，好，谢谢玉婷担任我们反霸凌的公益大使哦。来，我们出右拳，来左边的媒体，来我们看一下左边，好，我们 OK 吗？中间的，我们看中间的，我们主席、次长、玉婷跟自强教练拳都很有力哦。然后最后右边的媒体，好，还有没有媒体朋友要没有的？好，中间这里，祝哥做一张。好，好，一来，我们出拳哦，一二三，出拳。好 ，OK， 好 ，OK 了，好，谢谢，谢谢各位媒体朋友，谢谢次长。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就是联合采访的部分。那我们第一阶段先邀请，桌球、田径、霹雳舞的选手跟教练。哦，不好意思，等一下。两位
Hello， 大家好，我是田径400公尺跨栏的彭明阳。那这次就受了点伤，然后很遗憾没有能够在巴黎奥运的舞台上面展现一下自己400公尺跨栏的，就是英姿啦。那没关系，那我会继续努力。2028洛杉矶奥运，就是我想要再次站上奥运的舞台，让大家看到田径400公尺跨栏的，在台湾其实有一个蛮厉害的选手，这样子，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桌球选手郑怡静。突然看到那么多媒体朋友，然后还有粉丝来接机，其实非常的紧张，然后也非常感谢你们一大早就来机场欢迎我们回家，这个感觉真的是太棒了。然后这一次巴黎奥运是我第一次能够去参加开幕式跟闭幕式，我觉得经验非常的特别。那其实通过这一次奥运，我觉得自己的竞技状态也持续在进步，然后我也希望可以再继续拼，然后也希望可以帮助热爱桌球的选手，然后一起追梦，谢谢。开放一两题给媒体朋友们，好。喂，我们这边有媒体想要对两位选手提问的吗？第一题想先给怡静，可以聊一下，因为其实从赛后的采访以及你的社交媒体上都能看到你对胜利是强烈的那种渴望，跟我们聊一下，就是跟之前几届有什么不一样，以及胜利强烈渴望这一块。就像我说的，我刚刚非常非常觉得这一次是特别。一次经验是能够参加开幕式跟闭幕式，我觉得是跟前两届不同的地方。那我觉得有强烈赢球的欲望是来自于我对桌球的热爱吧。那因为通过这一次比赛，我感觉自己也竞技状态也持续在进步，所以我对自己的期待是希望下一次还能够继续站奥运，然后站上颁奖台，谢谢。好，那我们下一个提问。我想问一下明阳，因为其实你也是开幕前就已经去巴黎了，然后也是闭幕之后再回来，在那边其实待了蛮长一段的时间。那一方面，请你先 update 一下你的伤势状况，跟第一次来到巴黎这样子奥运的舞台，有没有感受那边的氛围啊？有没有一些有趣的经验可以跟我们分享的？谢谢。其实我蛮早就去奥运那边做准备了。那在巴黎训练的时候就肌腱有点出现意外就断裂了，那很遗憾没有上去，就是跑完整趟400公尺跨栏。那在那边其实有蛮多选手还在比赛，所以我就是尽全力的去帮他们加油，那也在遇见他们的时候给他们很多的鼓励。那我也希望大家可以多支持各个项目的选手，然后也有支持田径的项目的选手。那边特别经历，我也像怡静一样第一次参加开幕式及闭幕式，那这次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难忘的经验。那期许自己可以跟这么多优秀选手可以一起在2028洛杉矶奥运的时候一起再次站上奥运的殿堂，谢谢大家。好，那我们还有对两位选手提问的吗？好，那我们谢谢两位选手，谢谢。
那我们现在邀请拳击项目的选手们，那我们这边来，我们请那我们邀请玉婷，玉婷我们也到采访区。我们先邀请玉婷，那我们等一下合影，我们等一下合影好不好？好，那我们先邀请大家分享一下这次参赛的一些心得跟想法。教练先好。我是罗桑哲教练，这次谢谢国训中心还有体育署的帮忙。那我们拳击难得获得一面很珍贵的金牌，那这也是我们拳击人所堆叠六七十年的一个成就。那我们会继续努力的，谢谢大家。各位全国支持拳击运动的朋友们，大家好哈。那这一次拳击队共有六个选手，两名男生，四名女生参加这次巴黎奥运会的比赛。那我想每一位选手都是值得肯定的哈。尤其主任在面对强权国家哈萨克哈，只以二比三哦，没有遗憾的收场哦。那我觉得大家是不是给他一点掌声哈？谢谢一下。好，我们还有嘉威哈，嘉威对那个美国好手也是一样哈，很辛苦。那我想男子拳击哈，在这样子突破以后，下一届我希望我们就应该会站上颁奖台。那这次无情舰队的念情还有司仪哈，也获得了人生的突破，拿到奥运会的奖牌。希望下一次的颜色可以变得更金色一样。那我们谢谢林玉婷的坚持哈，为中华台北金牌封关战哦画下完美的句点。那我们这次2024巴黎奥运会能够以两金五铜的好成绩画下完美的句点啊！谢谢大家，请大家继续支持我们，谢谢。各位在座的媒体朋友们，还有大家来接机的这个我们朋友们，大家好。那这次呢非常感谢各位的一些支持跟鼓励，我们在国外都有听到了。其实是你们虽然在离得那么遥远的地方，其实国内的这个支持，还有这个加油声，还有集气为我们这个加油，是我们给我们最大的个鼓励。那同时也谢谢在座的我特别要谢谢我们教育部体育署，还有我们的运科中心那在我们在备战当中哈，给我们做非常完善的一个协助，让我们在比赛的时候无后顾之忧。那我也要谢谢我们所有的团队，在这次比赛的时候大家都合作无间这个大家的互相的关心是给大家在比赛的时候最大的力量哈。那再次就谢谢我们有个新竹市政府，还有新竹市拳击委员会，还有台湾原住民拳击协会来为我们来我们接机，为我们加油，谢谢你们，我们会继续努力。同时要特别谢谢我们的中华民国拳击协会给我们最大的支持哈，最大的鼓励。那还有很特别的，我要特别谢谢我们一位好朋友也是我们的好大姐，我们都叫朋友，是吴丽华委员始终的给我们最大的支持，最大的鼓励还有我们瑞成科技的这个曾董你是我们最大的后盾，谢谢你们好，谢谢。嗨，大家好，我是念晴。好，停。好，谢谢大家在这次比赛当中那么支持我们台湾的选手，不管是哪一个项目。那这一次的比赛的荣耀就是归给上主，他带领我们所有中华队的选手能够尽情的去享受2024巴黎奥运的这个舞台。然后我们大家也我真的要谢谢就是体育署、教育部以及所有的所有的长官们，我们在你们的努力之下，让我们无后顾之忧的训练。我们有中继站，我们有运动中心，我们有很多的这个资源可以使用，真的谢谢大家。然后也谢谢今天来接机的各位粉丝，你们辛苦了。
哭哦。大家好，我是拳击选手吴诗怡。谢谢。首先先感谢教育部体育署，然后还有国训中心、运科中心，然后然后谢谢就是来接机的各位，尤其是国立体育大学的，然后呢还有鸡汤面今天公休特别来，爸爸平常都不公休的。好，然后这次很不一样的是，就是原本以为听到比赛场上的原本以为在比赛场上的时候听到掌声会很紧张，但是意外的疫情过后之后，很多愿意来看我们比赛然后给予我们支持的一些观众都让我感到非常的感动。对，然后就是会继续加油努力，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拳击，喜欢拳击。大家好，我是拳击队的拳击选手赖祖恩。首先就是感谢国训中心，然后还有我们拳击协会及这个武力花园，然后还有各位媒体，还有谢谢台湾，对，让我们可以出去代表台湾比赛，然后也谢谢我的教练卢老师，对，那我觉得这次很不一样的体验就是，我们拳击好手有很多人得到奖牌。对，然后不一样的体验也是我们这次有两个男生可以一起去比奥运，然后这是我觉得很特别的地方。对，那就像主席讲的，夺牌的我们恭喜他们，然后没有夺牌的我们就祝福他们，我们希望他们也可以越来越好，继续努力这样，然后我们也希望就是可以在教育方面，我们可以成为这些学生的太阳，来可以成为他们的光。对，谢谢，谢谢，谢谢各位。好，换我了。Hello， 现场各位的朋友，还有电视机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林玉婷。我没哭，我没哭，不要这样。感谢各位远道而来，然后到就是从这么远的地方到这里，然后为我们加油，然后为我们欢呼，给予我们最大的鼓励与支持。那相信就是这段时间发生过很多事情，但因为专心比赛，我就是把社群媒体都关闭了。那就是觉得说要好好比赛，因为毕竟身为一个选手，那好好专注比赛，然后拿到最高的荣誉，展现出我们台湾最强大的力量与精神，是我想要做到的一件事情。那让大家可以认识我们，认识台湾，然后就是很感谢大家给予我这么大的支持与鼓励啊。那包括说我们身后的团队们，那其实我也很想要感谢就是我的贴身团队，但他们现在应该被挤在分布在很多地方了，那我没有办法让他们来这里，然后让大家认识，那就是在这个地方很感谢你们，那因为有你们的支持，让我这个成绩，然后让我的努力可以让你们大家看见，那让世界知道台湾在哪里，然后谢谢大家。好的，那我们这边现场开放媒体提问，我们来，有媒体要提出问题吗？我代替回答吗？等一下的话他们可能会指名选手来回答。第一题想先给玉婷，玉婷现在就是有一个称号是台湾的女儿，想请你聊一下，就是自己喜欢这个称号吗？那怎么看待这个称号呢？我觉得蛮酷的，就是有一种一夕之间就是睡一觉醒来，然后就得到大家的关注。那我觉得
还蛮荣幸蛮荣耀，然后可以获得这个称号，但同时就是肩膀上也必须承担更多的责任。那我希望说自己可以做好这更好的一个榜样，然后让大家学习。那就如同主任他们所说的，那做自己的光，然后照亮别人，然后照亮那些曾经黑暗过的地方，那希望给他们这些地方多一点力量与温暖。好，我们下一个问题。妙玉婷，想请问一下，这次在巴黎奥运的时候，想知道说你学到了些什么，不管是台上还是台下，对，学到什么是珍贵的一些就是 lesson。台上的事情台上解决嘛，那在台上可以交给我去解决，那台下我要特别感谢我的教练，他很辛苦很努力，然后帮我承担了很多事情，那我在这边要特别的感谢他帮我扛下了所有，那也请各位帮我给教练一个最热烈的掌声可以吗？嗯，下一个问题，我们先让对面。哎，想请问一下玉婷，还有各位选手，可以聊一下接下来的生涯规划吗？谢谢。对对。每一位。目前的规划就是先让自己休息调整一下吧，然后目前都还在思考这些问题。对啊，那先让自己稍微休息之后，那再开始。对，谢谢。经历了这么多风风雨雨啊，那再加上在就是为了备战奥运，其实在国外也待了好几个月，然后没有好好的跟我的床培养感情，那现在只想好好的跟他培养一点感情，然后好好休息一下。那之后，就是之后的事情，之后的行程再跟教练好好的安排与讨论啊。对啊，那就请大家拭目以待。那有好消息会再跟各位报告。谢谢。他问题是什么？就是未来的规划。不是，忘得比较快。近期就是当然回国，因为备战奥运的压力确实是蛮大。那我在这边先放教练一个假，不是？当然，在这边当然要先放假，因为就是教练还有我们整个团队的整个备战过程是很辛苦。那我觉得，那得到这个荣耀之后，我们要再重新再接下来的计划，因为就是奥运结束，那又是重新的开始，那我们就是会持续的去计划我们下一步要怎么走。那当然未来还会有亚运、奥运继续前进，那我们也是朝着这目标去努力这样。谢谢大家。哎，大家好，等一下，好，不是我紧张就有点宕机，我紧张大宕机，好。首先当然就是这次比赛还有进步的空间，然后也非常喜欢拳击这个运动，所以呢继续也会接下来也会继续努力继续拼亚奥运，然后只是这些都会在稍作休息之后重新开始。对，谢谢。好，玉婷还是要问一下，因为稍早之前有一个声明，那可不可以透过这个镜头再跟大家讲一下你的决定，不提告的一个决定？就是关于这个部分，我就是关于这个部分，我还是请就是教练帮代替我回答好了，因为毕竟场下的事情都是由教练这边解决，因为我现在也还在好好的调整自己当中。对，因为毕竟还有点时差。对，首先我们在参赛期间哈，这个也中华奥会代表团哈也发出了一些声明，然后那也跟那个国际 IOC 这边做相对的一个沟通啊，那我们已经在擂台上做好这样的一些
成绩的表现哦。那目前我觉得，没有必要随之起舞了。那啊、哦，我们自己做好就好哈、哦。还是一句老话，我们要当为自己的魔法者，做你想做的事情，听你想说的话就好。谢谢。非常好。想要欢迎你们回来，就是在外面征战了这么久，最思念的是在外面征战，喂，哦，喂，喂喂喂，啊，好，首先回国当然一定要回家吃鸡汤面，是，对对对，然后其实会想要好好暂时的脱离拳击一下下，对，然后好好休息之后，对，再重新出发，这样子，对。好，我最想念的当然是我的家人，还有我的超能量。大家知道我超能量是谁吗？是我的兔子，耶、yeah! ！对，希望说，然后在这边声明一下，那个太巴朗丰年祭要到了，大家那个族人记得回家。对，现在应该就是，因为毕竟在国外很久了，然后又正逢比赛，那其实有回来台湾一段时间，那但是。可以吃的东西，可以喝的东西不多。我现在只想要好好的饱餐一顿，毕竟比完赛到现在其实还蛮多事情要忙的啦，对啊。那想做的事情就是好好的饱餐一顿，吃自己想吃的，然后喝自己想喝的。那好好的跟我的床培养一点感情，然后再重新出发。对，好。哎。我的话就是非常想念家人，然后也很想念自己的未婚妻。对，那对，那我相信家人跟未婚妻都是我们运动员这个非常辛苦啦，对，因为我相信他们也都需要，也非常需要陪伴。对，然后也很谢谢他们可以很支持我们的在做运动员这个身份。对，谢谢大家。我们是不是喊一下口号？那我喊中华队，大家一起喊加油，好不好？好。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